此三十一乘皆得实地，成就神通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即时微笑，从其面门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无量种种青黄赤白红紫光明，其光遍照无量世界，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三匝，从佛顶入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现此稀有之相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事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见众人从十方来集会此否？要上菩提萨多白言：不见也，世尊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观十方一切世界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即观十方，见东方面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见二万五千亿众生在彼集会，默然而坐，不饮不食。复见南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西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北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上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下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少问如来应正遍知，若佛听许，乃敢发问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悉能为汝解说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从于十方有无量众生而来集会？以谁神力而来至此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自以神力而来至此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观诸世界，以谁神力而往至彼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以汝神力自往至彼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过九十六亿世界，有一世界名日月明，彼国有佛号日月土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与八万亿菩提萨多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即到彼国，指日月土如来前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于娑婆世界，在释迦牟尼前观于十方，见无量众生集会，在此不见？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至日月土如来前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过九十六亿诸佛国土，来至于此，不见一人。世尊，谁见谁闻无知无觉树上而生众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不也，善男子，汝颇见颇闻，无知无觉之树能生人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不见不知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汝欲见否？我今是汝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欲见之。尔时日月土如来屈身必请，百千亿众皆悉来集，一一众生手执香花供养如来。要上汝今见否？
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以见世尊，以见善事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，悉皆如幻。十比三万亿众生，各生百手，以诸香花供养如来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此事稀有。须臾之间，此诸众生各生百手供养如来，尚不得脱，况两手者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如是如是，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而生而灭。善男子，我身亦如是，如幻如化而是生灭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少众生？何者是老众生？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亦有老者，亦有少者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解说何者是也。佛告要上：无福衰者是老众生，从彼数生者是少众生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把身与意全用于实修殊胜的法教，听闻的人们啊，这是你们所能从事的最美好的事物。在不变的因果法则之下，我们的行为、语言和思想决定了日后所要经历的快乐或痛苦。如果行为支撑的秤杆倾向不善的那一侧，我们将在轮回的下三道中受苦；如果秤杆倾向善的那一侧，我们将能够从轮回中解脱，并在一生中证悟成佛。抉择显而易见，让我们避免痛苦之因，确保获得安乐。如果你在佛法兴盛之处投身为人，遇见一位具有成就的上师，并把上师的教导付诸实修，那么将使今生及未来的生生世世获得无限广大的利益。你将了悟世俗的纷扰把你执囚在轮回的牢笼中，而升起一股渴望从轮回牢笼中解脱的强烈欲望。此刻，你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，一条通往解脱道，另一条则通向轮回六道。经典有云：身是能够引导你渡往解脱彼岸之船，身是能够让你沉入轮回无底深渊之时，身是邪恶的仆役，也是善德的仆役。正如一块清澈透明的水晶会折射其支托的颜色，我们的心意也决定了行为的善或恶。
因此，选择正确的道路，把我们的行为、语言、念头导向佛法，是很重要的。初学者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培养善的串习、消灭不善的串习之上。在佛陀住世期间，婆罗门、优婆觉多以每日记录的方式来提高警觉，测量自己进步的程度。每天傍晚，他把黑色、白色的卵石分成两堆，每一粒黑卵石代表他在白天升起的每一个恶念或犯下的每一个恶行，每一个白卵石代表他在白天升起的每一个善念或从事的每一个善行。刚开始，黑卵石堆远高于白卵石堆，但渐渐的，两个石堆的高度趋于平等。最后，由于他坚持不懈，他达到只有白卵石堆的境界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关心这世界。
接下来请收看早课。Yeah.
感谢天都满陀。